合唱团成立了有11年了。11年前呢，我们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人，这11年来呢，大家在这里呢都坚持演唱，他们觉得呢生活变得更加充实，晚年呢获得了很多的快乐。就是后来就越来越扩大了，这广场里头有1000人，我的希望就是唱歌来这儿就高兴。在2008年的时候，有一拉手风琴的，他有事儿他就不来了。歌友老来怎么办？我拿一把二胡，靠这个拉了二胡，给大伙儿唱歌。老有所养，老有所乐，大家一起呢，不光是在这儿唱着歌，组织了更多的活动，就旅游啊，或者我们老年人生日啊，大家认为红红火火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庭。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